大家好，我是品味老师。在今天品味老师的333人脉讲堂当中呢，今天要跟大家来谈一下，在工作当中啊，常常会碰到一些问题。其中呢，在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如果你在你的工作或生活当中想要有一些事情跟别人请求帮助的时候，那你应该要怎么讲话。那可能有一些自己内心的想法，你觉得好像不太方便要告诉别人说啊，我希望请你帮忙什么事啊。那当然你会认为说啊，是不是会强人所难啊，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或者是说如果别人这个提出请求的时候被拒绝了，是不是别人不喜欢我。还有就是说，如果请别人帮忙，会不会觉得说自己好像蛮弱的啊，自己在这个地方以后会不会抬不起头来。当然会不会别人认为我的请求帮忙的事情不那么重要，万一跟别人的事情发生一些重叠的现象的时候，他是不是会不帮我。还有就是会认为当我提出请求的时候，是不是主动提出来，别人应该主动来帮我。如果他不会主动来帮我的时候，是不是他不重视我。很重要的事情是，你会不会欠别人一个人情啊。所以刚刚以上品味老师刚刚提到的，可能都是大家认为我们今天在请别人帮忙的时候会有上述的一些想法。但是请千万不要忘记啊，今天你请别人帮忙也不用一直跟别人说非常的抱歉啊，我今天想请你帮一个忙。其实请别人帮忙根本不用道歉这句话或这件事情，那反而呢，你要直接的了当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对方，而且呢，你要讲得非常的简单，而且让别人觉得他了解你到底想要他帮忙些什么事。还有呢，就是你也不需要跟别人谈的时候说，哎，你帮我一个忙，那我可能将来会有什么好处的时候，我会怎么样给你啊，或者是因为我要请你帮忙，所以你今天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奉承一下会比较好。在这些来讲哦，如果大家都是彼此在社会上工作的一些朋友啊、同事啊，其实帮忙这件事情，今天你帮别人，别人日后也会帮你。所以在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可能要去了解刚刚我所讲的一些事情，其实大家不用太在意，因为呢，你必须要去了解别人的拒绝也是他的一个权利啊。所以当别人拒绝你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要去尊重别人的一些想法。所以在别人在做一些请求，或者是请求你帮忙，或者是你有一些事情请别人帮忙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跟面子有没有关系的事。所以在请别人帮忙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谈到一个部分，就是如果我今天是有一个同理心的运用，那同理心的运用怎么运用呢？就是说，假设我请你帮忙，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你有空、你有时间或你有能力，会不会造成你的困扰？如果不会，那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请你帮一个忙呢？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会认为对别人不好意思，你可以去加上一些话，就是说谢谢你的帮忙，如果这件事情因为你的帮忙可以完成的一些事情的话，到时候我请你吃个饭表达我的谢意。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已经表达你自己的心意，而且呢，用同理心的方式来去处理，我相信哈，这样的方式就会比较妥当。大家说是不是呢？所以呢，在所谓的请求别人协助的时候，千万先不要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而先去了解一下，当别人他的帮忙的与否，在乎你今天的诚意与否而已。今天的时间呢，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下次见。